接下来这首歌是给你们的 ，Lovers， Let's Go。 你不会红着脸，看着你可爱，不会使坏的双眼。为何回忆你，小心是一次一句联系？蓝天哪里有分外 ？Oh my， 的天！手心贴着手心就了解，爱就要直接又坚决。也许碰上，站着就是我的专属。 Everybody sing it out. 伤的心，背面总是渴望安全。所以下雨天，要当你坚固的屋檐。亲人和朋友，分隔心愿实在不远难。那年靠近就换心，寻找残念。手心贴着手心，就和了解，爱就要直接又坚决。 也许碰上，但这就是我的专属。Sing it. 送给你们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依旧在新北最屌的活动新北耶诞，谢谢你们。来，小乐，好久不见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是很期待他在后台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来来，我刚刚跳了个探戈，对，因为他太兴奋，然后他就说我兄弟，我兄弟就往外冲了，再一次欢迎小乐，谢谢。 纯音，他不仅带主曲来，然后把自己跳成这个样子哦，他还带了浩浩浩荡荡16个 dancer， 你真的是成本非常砸重金在这个上面。对，是亏钱啦，但没关系。<笑><笑>我是这样讲的，因为非常看重我们的新北耶诞城。对对对，当然，因为每一次我觉得来不是说什么表演啊，我觉得每一次来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，要耶诞。啊，对。然后我觉得每年新北最屌的活动，而且。 因为我知道我的 fans 每年也都期待这一刻，就是他们每次都是好几天前就在第一排等我。是是是，他们等你等好久了，而且尖叫声真的是不断，真的他零下没有很遥稳的要给你了。因为啊，我们知道小乐其实今年推出了五首单曲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新北耶诞城的朋友透露一下，明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？因为我接下来要拍新的戏了嘛，就是我跟 Erica 雨薇他们那个来金来。 给我们。
现在目前已经正要开始拍摄，所以但我也正在筹备我的新专辑，预计。我觉得你这讲时间感觉都很挫败，就即将快跟大家见面的意思，即将宣布什么时候这样啊？好，没有了，应该如果没意外的话，希望暑假可以完成，明年的暑假，明年暑假当然，今年已经过完了嘛，对，今年已经过到十二月，我们不会担心是今年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起来好不好？吴思贤新的专辑，明年暑假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，有没有好好的为他祈祷哦？说不定可以更早春假就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在这之前呢，我们今天你的兄弟是第一次来主持我们新北夜暗室，真的对，虽然你看起来非常自在。没有啊，我很紧张。你超紧张的吗？不然考你好了啦，因为小乐不是第一次来。不然他应该做点功课吧，比如说做一点我的功课，然后你要而且我们又是好朋友。我跟你讲，他第一次演戏就入围金钟奖。有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你还知道什么？你要一次说啊！他长得很帅，又有才华。这个不用你说，我们都知道。好了，电话号码09，这不能说。83，不能讲。我昨天才去吃小笼包，他说真的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好，你们不要帮他置入。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，我们要考一下明威，因为他是以非常的号称自己虽然第一次主持，但很有自信。所以呢，不然我们那个光雕交给你介绍好不好？去给我看大字报是不是？大字报在那边。好，那你介绍光雕。今天新北市政府跟这个国际哦。光影策划展演团队呢，费尽了巧思。是，有没有看到市府二楼的桑塔熊？它有这个竹格灯条，然后外墙呢是用镭射光，非常绚丽，想要带给民众呢一种沉浸式的高规格的体验。要死我！全队掌声鼓励一下。我没有看大字报，也没有看手卡。你果然很会背剧本呢。真的很会背剧本。专业演员。我们请吴思贤陪我们，我们在台上也把灯点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光雕之外呢，我在主持啦，你们一直喊，等一下再喊吧。等一下，不要讲话。对，我们除了这个光雕之外呢，大家也看到我后面以抹茶蛋糕为主题做出来的主题树，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这棵树，等一下也会点起来，很漂亮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不然我们请他跟我们一起启动，等一下我们要一起喊3、2、1，请启动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